想不信我呢？二十岁刚出头没有找工作，家里面不懂你所谓的幸运，天天录音可以能听见，邻居都知道你喜欢做音乐。每天的日子很难顶，父母在不停的管你干，你说你不工作你好像个残疾，变成的花样却不断的烦你。你需要 money 或者说资金，需要你父母的关爱，至今需要 fans 指引，需要在女孩前满足你私心。于是你渴望有工资，待遇和工资都并不是关键，上电视就那个公司看起来就会比原来更专业。你看不懂复杂的合同，甚至都不了解什么是版权，从今后再也不攒钱，想好的节目你获奖的概念，老板说他肯定推你，规划在嘴里面吹起，给你讲资本的规矩，你想着 baby 今年我真的能飞起。告诉我你也想我吗？想不想我吗？把这本合同给签了，请你去草原里搞点活，不签你怎么能活呢？不签你怎么能活呢？不签你怎么能活呢？你怎么就不信我呢？告诉我你也想我吗？想不想我吗？把这本合同给签了，请你去草原里搞点活，不签你怎么能活呢？不签你怎么能活呢？不签你怎么能活呢？你怎么就不信我呢？有的个公司你踏上轨道，装作被照耀和向外围绕，还不要炫耀这干得多好，从来都不谈你赚的多少。老板说你思维片面，要多听多看多借鉴，他说会和导演见面，只要你多接几场夜店。说好的资源也没有实现，你想要维权，在老板和财务界回旋，结果是没钱，囤积的血发靠随缘。你把你自己给卖了，你把你版权给卖了，你把你自己给卖了，换来的大概是几千块吧。如今你开始的后悔，想靠作品的翻身，天上不会的馅饼，只能靠自己去攀登。你想起父母的建议，后悔被选择听，甚至快付不起水电和房租，更不用说节约金。哎，终于你写出的爆火的歌，老板都凭借到换了新车，终于你靠自己成功了，看几瓶香槟给兄弟们喝。今天你心情无比的舒畅，你的歌在被大家哼，直到你回家看了看合同，上面写着二八分。告诉我你也想活吗？想不想活吗？把这份合同给签了，请你去草原里搞点活吗？不见你怎么能活呢？不见你怎么能活呢？不见你怎么能活呢？你怎么就不信我呢？告诉我你也想活吗？想不想活吗？把这份合同给签了，请你去草原里搞点活吗？不见你怎么能活呢？不见你怎么能活呢？不见你怎么能活呢？你怎么就不信我呢？